旅程中摘过的花，你还记得它绽放的样子吗？风景里说过的话，是付出的一辈子铭记吗？有变吗？一路上人和事，感动吗？当风光丧手时，海滩上起过的沙，最后依然被潮水都冲走吧。曾结在心上的疤，其实都会随时光消散吧。误会吗？离开总会回来。骄傲吗？种下的花仍然会盛开，绽放在我们的舞台。每当世界在变化，是否记得一起欢笑泪水的伙伴？回忆还感动吗？我是否已在晴空上盛开？十年后再回首，但愿初心不改。年度青春盛典闪耀开启，我是 SH48 Group 的雷雨潇，锦绣前程充满希望，期待与你遇见这里绝无仅有的感动。今年我想成为最棒的自己，也想跟你们一起奔赴更美好的未来。这一次我们一起用尽全力的向前冲吧。